跟着火火兔学古诗，闲读古人诗，应看古人意。古诗好难学呀，我不学了。嘿嘿，一点都不难，看看故事就懂了。我们一起看故事学古诗吧。诗人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那边的黄鹂鸟，它们正在新绿的柳条上唱歌呢。嘿嘿，真是的耶，它们成双作对的，真喜庆呀。你看那远处，有一群白鹭飞上青天了。哇，它们排成一行的队伍，好整齐呀。你说那西岭的雪峰，像不像一幅美丽的画，嵌在这窗框里啊？呵呵，还真是像极了。咦，这门前的航船是从哪里来的呀？这船只是从万里之外的东吴来的。小朋友们，现在知道这首诗讲了个什么故事吗？让我们再来看一遍吧。古诗一点都不难哦，我都学会了，扫描二维码，我们一起来学吧。